那我有那大概40块钱左右。我有东西呗，过来。才5块钱的什么？东西过来。哎，好的。辣椒来两斤。不用买辣椒，你给我搁点香菜。豆瓣、葱头，来点蒜，香菜呢？不要辣椒哈。来给。弄啥瓶吧，老板。这个是谁的来着？老板。我们的。23块4，还有别的吗？不要别的了。23块钱啊。嗯。行啊。能不能喂饱了？能喂饱了，小心啊！不要不要辣椒。哎，好嘞。烟都关了。不要辣椒，来点蒜啊。行。三个馒头一口吃啊！三个馒头一口吃。三个馒头一口吃啊！五十，再吃嘛。俺家也馍馍，馍也买了馍，买馍买手续，想吃手续的，我们做一个。来，下一个该谁了？我都给你说了呀。要啥嘞？5块钱的软一点的东西是吧？啊，你俩不是一起啊？要软一点的，硬一点的。软点的。软点的哈。你呢？那个也要软一点的是吗？嗯，不要5块钱的。6块2，6块钱啊，是谁？我的馒头会有。哎，好嘞。6块钱行。你要9块钱。你要馒头给他吧。给他。我要，我不要你，我不要你，我不要你。这要半斤费。我不要你。这块行吧。5块6，5块钱。嗯。5块6块11块钱，还要别的吗？我来个猪皮。好的。小馒头。猪肉怎么卖？26一斤。半斤，走吧。好嘞。辣椒要不要？馒头送馒头。1块钱2。1块钱2个。我不要那猪皮。啊，正好的钱是吧？正好的钱。来半斤猪肉，就这个。来，我给他拿完猪皮啊。好，多少钱？多少钱了？这些呀。多少？这些是3块钱。3块钱，我够了。我直接吃。行。猪皮怎么卖的？12块钱1斤。不要的。要哪个？这个。这张两样行了。这个。嗯。我快咸了都。再给你多放点这个吧。3块钱几个馒头呀？两个馒头。那就4块钱。来11块钱，正好的是吧？哎呀，谢谢，我就希望是正好。猪公子这个是吧？两个馒头够吃不够？21块8，够了吧？够了。9块钱猪皮，这9块钱的猪皮，舌头多少钱？舌头38一斤。9块钱的猪皮啊，都有来。然后大家杀猪菜炖菜了啊！我切别糊了，切小一点，切小一点，别切那么大，大了，对的。多少的啊？30块钱。房？嗯。辣椒要不要？要。多放点葱头，多放点葱头哈。没有葱头吃，香菜香菜，香菜多放点哈。辣椒，多放点，辣椒多放点也行。多放点，我给你来点了啊。来来来，上去放，炖菜，馒头米饭啊。30块钱，嗯，馒头呢？馒头要吗？不要。那就30块钱哈。两个木筷子呢？筷子在椅子上，对，小心吧。要点猪皮，猪皮和肠是吧？价钱一样哈。